真耀，真耀，我小杰，小杰，小杰，你伫倒位啊？我伫台北，我要甲你见面。袂用的。你不要紧，我赶快会找到你。无论你住伫倒位，我拢会找到你。袂用的，你绝对袂用来啊！哪能你出来啊？好，我出来见你。在哪位？我在那等你。陈总，吃早起啊？免啦。是你遐歹声的啦？你我学弟呢，就是讲甲大小姐做伙，就遐尼遐歹。阁会当遐待偌久？蔡农啊，我今日就会用着你骗了。来，谢谢。倒去，蔡总啊，啊是安怎啊？无啦，我要请你卖接电话，怎么敢袂接？做了胖起来，暗过厝内电脑，搁有想看片，你帮我叫出来好不？哦，好好好。我看，你帮我送来，伊会卡着好不？我随来替。得。哎，见你哦。好，我知影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想要挂号是毋？是啦，是啦，伫遐啦。我带你来去啦。你要挂倒一个医师啊？啊，彭赞同。啊，伊袂歹呢。要唔过，安怎？伊无正式门诊呢，那无伊是上好医师哦。啊，你敢那介接识个吼？是啊，我认识啊。到了啦，来，加。
林先生，麻烦你替这位太太挂号。你要挂倒一科？我就想要挂，是不是挂外科？替伊挂外科啦。先生，煞袂用来讲，拄则恁兜有人敲电话找伊呢。是哦。手机无开。舅太太，歹势吼，我卡一个电话。你无用。妈，你哪来遮啦？有代志要找你啦。拄仔迄个查某囡仔吼，妈，刚，阿叔来讲吼。行。我等你出去来，你说，也免讲，就爱在楼口遮样讲是。你是看我甲迄个查某伫遐讲的，你伫遐你烦恼唔吼？妈，我无啦，你讲我倒位去啊啦。无上好啦。我这段起来是要跟你讲，世界知影你甲静儿订婚的代志哦，伊要走也直接找你啦。我知啊，静儿甲我讲啊，这个饭世界上足奇怪，拢歹活过这苦日子，伊是要安怎啊？好啦，莫这扫兴啦，若断了世界，恁两个就冤家相拍。啥物叫冤家相拍？快点咯，我甲静儿订婚啊啦，伊是当安怎？讲到订婚哦，你敢有甲静儿讲哦，妈妈叫恁提早结婚的代志？阿妹，啥？你这囡仔好像，等你今麦无讲时到结婚的时阵哦，你看，厝阿姨都来来变个破病。妈，我伫个病院无用的呢。我着唔相信，讲无用，讲一句话时间着无。你哦，一定无用，甲迄个查某吼，一工讲了你。哎呀，无啦，我无啦。好啦，我答应你啦。我今日下班了，我随个静瑶讲，叫伊去传，叫伊去准备，安尼好不好？这唔只差不多，这真袂交代你。好啦，麻烦你啦。我送你坐车，你了出小就分一下好不好？免，我哦，搁要赶回来厝的啦，足侪代志爱处理啊。哎，结婚哦，不是哦，哎，饭店啊，桌啊，几顿嘛拢好。阿婆，我乱吼，我买卡来跟你讲。阿婆，你无用上班，我今日坐车。好，嘿，身体安好。好，谢啦。好，麻烦你哦，再见。我早起赶要开会，所以才早出门啊。唔知你要接我，我拄仔伫个电话内底讲话口气嘛上较歹。是嘞。不要紧啦，啊唔过后摆袂当安尼哦。我是大小姐。是，大小姐。好啦，你去无用啦。喂，何不待啊？问家里阿是不是？好，我睡嘞哈。什么？人搁在遐？我马上来。我今日袂去甲资料交予你啊！你电话卖接，你也接。你搁卖转去？怎样？谁来？
你啦，吼。是的啦，我因为开会我真着急，所以阿公的口气上了歹啦。别生气好不好？开会开了吼，刚才咱做伙食饭好无？我相信，只要用这个方式来治疗，一定会成功的。袂歹袂歹，这治疗方法，但是临床试验，卡算了成功啊，这是你遐家上界新的创举。多谢你，刘副主任。各位，散会啦。好，谢谢。冯医师，恭喜哦。我看你应该唔免经过阿土阿水，真紧就会真正先做中医师啊！你莫安尼讲啊，这病有病医的规矩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哪有无可能？凭你刚刚方小姐的关系，莫讲是中医师啊，就算我是院长哦，嘛是早晚的代志。你讲对无？有妈呀！陈庆松，麻烦小姐。你是在后面讲啥？无啦。参董，你莫生气啦。伊是在怨道理，头刚打给你的啦。这拢无重要。我若是要大家认讲，因为我甲你的关系，这伫咧平时咱个重视。你需要重视，是不是你有能力？你要对家己有信心啊！你敢真了解你？当然啦。好啦啦，莫搁这件代志啦啦。我爸打电话跟我讲哦，你想要请一下董导呢？你莫要请一董导？是啊，你不愿意哦？我真愿意啊，啊，不过我还有重大代志呢，我。哎，你有什么代志啊？好，你有约会吼？你咧后壁讲啥？我是要跟谁约会啦？甲拄小迄个查某啊。哎，伊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伊是我厝厝的查某囝，我只是麻烦伊提出来送互我尔。要唔过，我看你的感情是就袂歹呢。当然袂歹啊，我无小妹嘛，所以我将伊当作是我小妹同款的。真实啊。当然嘛，真实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灿东，你一定要来吃饭哦，莫互爸失望哦。袂啦。那呢，我先来报应啊哈。嗯。
奇怪，你袂接我电话，敢毋是搁咧开会，无方便接。阿伯，现在你向向想要请我吃饭？因为我临时想到一挂代志，想要好好甲你讲一下。你两个先出去。随时。爸，先吃饭啦。先讲嘛，同款。我问你，恁厝内有啥物人？恁爸爸是咧做啥物？我爸爸爸。那呢，恁妈妈呢？敢袂当安排我甲伊见面？袂用的，绝对袂当我妈妈甲伊见面。灿东，你是安怎？那唔讲话，你是无愿意安排我爸爸甲伊妈妈见面，是不是？不是我不愿意安排，是我无法度，因为我是一个孤儿，所以我无爸爸，无妈妈。一个孤儿会当读到二学年毕业，确实无简单。我阁问你。你敢知我鸿邦集团的企业规模有偌大？我公司的资本有偌济？还有，我伫海内外有偌济分公司？上重要的是，你敢知影做我心细肠的囝婿，将来会当继承我一半的产业？爸，我捌甲你讲过。只要你好好啊，甲亚芳交往，你的人生就完全无同款。你讲，你是不是为着钱，还是为着我的财产，才甲亚芳交往的？爸，灿东，灿东，阿伯，你安是咧创啥？你敢真正想讲我甲亚芳交往，是为了孝顺恁家的财产？我彭灿东虽然善食，啊，不过阁有淡薄志气。爸，灿东，你莫生气啦。爸，灿东唔是迄款人啦。我想的果然无唔对啦。照你这款欺骗，就算讲是假的，嘛假了真心。啊！不过我心细肠，伫企业界行达几偌十年，绝对袂看唔着人。坐啦。坐啦。看你这么有志气，我就当放心将亚芳交予你啊。这支票你收落来，这是病院给你三年的签约金，你看卖，若是无满意，所以我会当改。1000万，照你这款人才，1000万根本就无算济。啊，不过这只是签约金尔，你每个月的薪水，我会照现在加5%给你。你现在要花这么多钱啊？因为你是恁学校第一名毕业，你无留当的恁学校已经白，可能感觉真无面子，所以才想要甲你挖回去。我只好先下手为强啦。将你留当我的查某囝是，而且。我嘛同意恁的婚事，只要恁欢喜，随时会当成结婚。阿伯，你怎做？你是无愿意跟亚芳结婚？灿东，我唔是不愿意，我我是根本就意外，
阿伯，我本院院长是不是应该叫你行牌子？好，加班。静瑶到底谁呢？今晚没来。谁给了？阿姨，阿姨来了家。我是要来。是不是静瑶叫你来跟我讲？当然无什么电话，是不是？世杰，莫遮激动啦，咱找一个所在好好讲啦，好。我袂，我袂遮等静瑶。静瑶袂来啊啦。世杰，阿姨敢毋是甲你讲过，感情的代志是袂用勉强的啊。把静瑶甲灿龙即摆已经分输掉了啊，你何必安尼咧？就算伊结婚。我嘛要伫个静瑶面头前，甲话讲好清楚。喂。阿姨有对灿龙甲静瑶安怎无？无啦，因无见着面啦。阿玲吼，你放心啦。再听妈讲，讲我会甲细杰带回来，叫恁妈倒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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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甲恁爸爸讲。阿秋啊，阿你伫台北爱较细哩。我知，我知，我知。好啦，好啦，好，好。方经理。哎，老苏啊！哎呦，阿你那遐罕行，来来来，坐啦，坐啦。哎，免啦，免啦。对，老苏。哎，你今日来有啥物代志？我是要来甲恁通知一下啊。阿秋因为台北打电话转来讲话。已经找到世界啊！伊叫你免烦恼了，真是找到世界啦！找到啦，妈免烦恼了。哎呦，不做保庇，不做保庇，哎，我来修理。好佳哉哦，是找到啊！啊，若无，唔知安怎哦，甲恁查某囝算这条数。王太太，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哼。廖老师，我拜托一下啦，恁早间已经订婚啊呢，你去甲伊嫁嫁出去啦，莫讲世界哦高高低啦，到时阵若害伊无命，你要去倒位生一个后生来陪我啊？冯太太，高高低也是恁世界，唔是阮早间。当然哦，无两个博袂单啦，非得哦，紧甲恁早间嫁嫁出去就对啊啦。桂枝啊，你是讲煞袂？是的，廖老师，我不管是阮世界甲恁情欲高高甜，还是讲恁情欲又怪阮世界了，我是希望讲因两个少年人的代志到这为止啦。你也知影，灿龙甲世界伊是亲兄弟呢，因两个兄弟啊为着一个查某囡仔去冤家啦，这代志若是传出去。我饭啊，下面煮是要放在倒嘞，啊？就是啊，莫讲是阮本家无面子啦，到时阵哦，连迄个江秋云哦，嘛同款啊，下死下贱。多谢你的建议，我先去嘞。无送啊。蔡董，我拄才好，是的，我拄仔开会开到今嘛，所以我知影，我就知影唔得手术，就是咧开会，唔才会无接我电话，对不？唔要紧啊，人到就好啊。我到要未？想要食啥？拢好啊，你食啥我就食啥。无安尼好啦，咱今仔日哦，食一间餐厅上贵，好不？上贵的，卖啦！我拄才看过美女啊，迄上贵的套餐卖1000多块呢。咱即摆要结婚啊，爱较俭啊，啊无靠到咱下家呐。总理，老当我的查某囝是
而且我嘛同意恁的婚事，只要恁欢喜，随时会当成结。喂，啊、你在想啥？我无啊。哎、欸，来啊，给你点菜啊。哎，小雅，点菜，谢谢。谢谢。细个啦。阿姨，你莫阁讲，无看到真有正经，我袂甲你转。细个。啊。阿姨，安尼甲你讲，你安尼，性格也真倔强。细个，先甲阿姨转来，吼，阿姨。我唔会啦，阿姨。行啦，先。我唔会啦。行。阿姨。细个。细个。金瑶，金瑶，金瑶。细个。金瑶。有话好好讲啦。三桐，你别想要冲动哦，有哪讲知无？金瑶，我等你几步。你现在不肯见我，林世杰，我跟静儿已经订婚了，你别再来勾勾搭搭好不好？黄振东，我是跟静儿讲话，你给我等去。世杰，你回去啦。自开始我就跟你讲过，咱两个人是无可能有任何结果的。我不会回去，我不会回去。我当然知影，你已经订婚了，甚至你都要结婚了。啊！不过我想要当黄振东的面，清清楚楚跟你讲一句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知无？黄世杰，你声声句句讲你爱我，啊！不过你敢知影什么叫做爱？爱是让人羡慕。爱是让人快乐，我唔过你从来唔知影你对我的爱，敢那害我为难，敢那害我痛苦。世杰，我拜托你，你莫跟我歹做人好不？你回去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好不？世杰啦，好啦，你回去啦，阿姨陪你回来，好。到这么才知影，做啥人这么？本来我对你的爱，竟然让你感到为难，感到痛苦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：你嫁的人是伊，不是我。对。我嫁的人是灿斗，不是你。无后悔，绝对无后悔。本灿斗，我见过你。好好对待静瑶，阿能哥，我扒你的皮！灿斗，你紧传静瑶顶，我陪伊一下。大姐，世杰啦，阿当回来，紧甲恁阿爸回去嘞，大家拢为你足烦恼的呢。我跟你讲啊，今仔谁拢莫甲我叫我，卡姐，拜托你，你嘛是共管啦。我叫你滚，你无听会晓，滚！你敢知影我是安怎要叫你滚的啊？静瑶都已经甲灿龙订婚啦，你敢能高高低高甲台北去啦？你拢未感觉见笑吗？啊？我再讲。灿龙是你的亲大兄呢，
情欲就算你的大嫂呢，啊！你竟然寸头不是我的大兄，你哎呀呀！你管他什么小伟啊？你现在管什么小伟啊？你好歹你给我拍看卖嘞啦！世界，起来啦！你哪敢站起来哦？你别卡落去，让你等。嘿，那你是在讲啥啦？啊？啊！你那遐粗残啦？伊是恁囝呢？哼！世界啦，听阿妈苦劝，莫阁去甲情欲高高甜啊，好无？你安尼哦，阿妈看到心肝内足艰苦的。阿妈已经吃这济回啊，阁活无偌久啦。爸，你若是有三长两短，看你安尼，阿妈哪会惊会开脚？有听到无？哈？你是有听到无？规家伙啊，大大细细啦，拢在为你烦恼呢。你安尼做都是不好啦，你知唔知？四哥，乖，听阿妈的话。莫让阿妈烦恼，好无？阿你阿妈就放心嘛。乖，来，起起来，起起来，来来。阿姐，阿姨，你奶奶。我嘛头一摆看世界讲安尼，哭到这尔伤心着，袂放心啦，我过来看卖。多谢哈，今日你甲阮世界带倒转来，拢是你的功劳。妈，你搞点点啦，这间厝吼，无我讲话伊的，对不？我知影，自细汉到大汉，我伫这间厝都是无资格，嘛无地位讲话。不过，人春芬阿姨，伊是好心带世界回来呢。恁哪会当甲人？我安怎啊？我是哦，好心甲世界道谢呢。啊，你是安怎啊？过去啊，我知我来你无欢喜，我随便来走啊。卡姐，我来去啊。阿姨，再添，世界这囡仔本性真乖，真善良啦。有听伊讲，伊对这开创事业真有兴趣，不过你拢无赞成，一直甲反对。大囡仔即摆已经大汉啦，是毋是有一个机会，互伊去做看卖一下咧？哼，假好心，讨功劳，阮世界哦，无需要你来关心啦。心内咧想啥，计是讲我毋知。是要回来哦，巴结再添啦。等灿彤结婚的时阵哦，看再添啊，是不是哦，会当分一寡给伊啊？再添，我提醒你哦，你若是敢提钱给江秋芬哦，妈，是安怎？你的头壳内拢是钱，除了钱以外。什么拢看袂着，死囡仔呢？你即摆讲什么话啊？我拢是为着你好呢。你毋是为我好，你是为钱好。伊常常跟我讲关心我，你敢有真正了解我？你敢会晓给我吃好、住好、穿好？你敢有真正了解我心内伫咧想啥？伫我上痛苦、上需要安慰的时阵，你敢有伫我的身边陪伴我？妈，你敢知影？今日是我一世人上痛苦的日子，唯一安慰我的是阿姨，唔是你。
敢不是阿爸？嗯，无啦，还是一个同厝，甲也无啥熟啊，我无想要食。好啦好啦，好食饭啊，规桌店拢是你上爱食的菜。我袂要来请假，嗯。我啊，无爱等你啊，等你要的时阵，我才陪你到恁家，安尼好无？再讲，等咱两个人结婚了后，我打算。我就去上班赚钱，两个人斗阵赚，我会当较早买一间属于咱家己的厝啊，你讲好不？啊，你哪袂讲话？你是无爱我去上班？你若唔同意，我叫我就卖去，我旧爱踮咧厝。啊，飞弟，以后你就是大医生啊。那呢，钱都拢交予你赚好啊，我就踮咧厝做我的扁小奶奶，安尼好无？尽量拎哦，尽量拎哦，另外担哦。我建议，你敢有知一下啊？伊的家世是甲我下辈子呢，伊就是彭家地园的迄个大少爷，彭世杰啦。哦，来，等几只小酒，小酒敬你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彭世杰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担。等一下，我甲你讲。多谢，多谢。但迄个客仔店哦，迄两块山坡地啊，迄拢是引导的地园的，因家哦，为了要种出上好的地哦，吼，迄自细汉开始哦，就派偌济人踮咧山顶啊开垦的，吼，咧偌济人诶，开垦地园哦，啊，毋着臭树啊，乌石头呢，啊，当然咯，那是要臭树啊，乌石头，啊，地行是要哪开啦？你讲讲。照我先安尼讲，恁家的地园是当迄条桥的顶面。是啊。那咧当迄个桥，甲恁家开垦地园有啥物关系？无咯，阮那地园应开几落十栋啊。对啦对啦，阿英这地方啊，伊拢是老爸咧看，伊根本就无咧插。台湾这个三八兄弟哦，有更加更大的理想，以后想要做生意，哎对啦，咱阿英只要要做生意时阵哦，恁大家要家开心一下，哈。哎，拜托一下，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，大家三八兄弟敬大家哈。多谢多谢。在恁家记者，那会晓抓白会晓写，我早就无想要参与。啊，我去变数啦，谁来啦？啊，恁介绍恁啊，啊，好打好打。世杰，你我讲，你敢挡袂住头臭出来啊？闺女啊。哦，恁在一带。天助啊。拄只迄个记者问讲吼。阮的地方甲长期的迄条桥敢有关系？迄什么意思啊？伊咧凊彩后辈问的，免插伊。我甲你讲，遐记者拢是我家己人，伊若讲后辈写，我会向伊摆款。哎，你还保证哦，唔通到时害阮家出大事哦。哎，三伯兄弟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甲你挂保证啊。好啦。哎，但是嘛。领导有代志是我啦，我去予你个上村见廖老师廖一下，我这么代志麻烦了。
讲实在啊，你若是无头乌，就算有麻烦，嘛不会有代志啊。这个，我知影啦。这个代志发生时阵哦，咱有淡薄误会。也唔过是嘛，全世界人来骂我。连你老师拢讲话时阵，你个点无个辛苦，咪来陪骂我，我真感谢你。好，再讲。好了，今日我开钱啊，这套面就是合理。嗯。我跟你讲啊，好好啊把握机会啊。以后你想要做生意，嗯，大家记住啊，有一挂 power 哦，是你绝对想无的。嗯，好夸张啊，啊。好了好了，多谢了。嗯嗯，来。过去领啊！啊，好好好，你先入去啊！来来来。